您是不是有跟陈佩琪有聊到总统论文的事情？那他有说怎么会毕业证书会弄丢了，当到总统还这样？那您自己的毕业证书有留着吗？谢谢。我跟你讲啊，算了，我讲今天没有心情跟你们讲这个。我就是八竿子，我都不想讲了，反正是这样的哦。算了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市长，我回去叫陈佩琪不要乱写嘛。今天尼加拉瓜跟我国断交了，那怎么看这样的情形？蔡政府上任之后，22个邦交国断交到剩下14个。啊，台湾的存在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是断交一个国家、两个国家，台湾就不存在。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啊，这种东西，反正见怪不怪。你有什么问题吗？难道你的存在要一个尼加拉瓜来肯定？